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持续受到控制，台北市的解封又更进一步松绑，在社教馆、亲子据点、娱乐场馆等人数限制放宽，学校委外运动场和游泳池也逐步开放。户外的场地可以容留人数上升到100，然后网球、羽毛球可以开始双打哦。不过篮球因为近距离接触，暂时还要再等一下哦。那图书馆哦，容留人数从20%上升到40%，动物园从每天3600上升到6000，天文馆从每天上校150增加到450哦，不过还是用预约制。儿童新乐园从1600到2400哦，也就是说你知道吗？我们还是会慢慢放宽了哈，但是就慢慢放，因为我很怕说一下放太快，你知道吗？会出问题。那天文馆也是一样，从8月14日开始解封，采预约制，我们上下午各可以预约450人，每日就提供上限900人哦。那这一次有特别开放哦，室内的哦，包括宇宙探险的轨道车、宇宙剧场，还有立体剧场哦。那有一些指定的哈，室内休憩区可以饮食哈，室内采梅花座，这是有关社会教育局娱乐场馆哈。那第二部分就是学校有 OT 的一些运动场馆跟游泳池呢，也开放哦。那采人流管制哈，还是以 2.25 平方公尺来作为管制哈，一亿人哈。那开放游泳的课程哦，采10人以下的小班制哈，那每10方平方公尺至多只有一人哈。那水质啊，也有一些基本的规范哦。那不开放这些附属设施跟非运动的空间，包括淋浴间、蒸汽室、烤箱、水疗池哈、冷热水池哈，这些是不开放的。台北市20所学校委外经营的21处运动场馆、游泳池开放。市长柯文哲表示，人数上限才逐步放宽，避免放太快会出问题。记者温俊台北报道。